来一点热情的掌声，揭开序幕好吗？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长辈贵宾的莅临哦，也谢谢我们这个指导的单位，还有许多的贵宾您的支持，让我们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圆满。来，快比点爱心好不好？也谢谢我们的工会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个精准医疗的方向，希望大家呢继续为我们。